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是第一天拍，然后今天我们来到公园，就是我家附近的公园啦、啊。然后剧组呢就在搬着器材下来，我们会过去那个湖边那边拍。今天这位是我们的女主角啦，不要害羞，不要害羞。OK， 她有一点害羞啦。不过我们会先拍她对着镜头跑着过来的画面先。所以现在阿凯 set up 这 drone， 等下我们会拿 drone 来飞，然后他们在这边拍完这个镜头就 OK 了。所以我们的 camera 需要摆在这个边缘，是因为这个地方很难找到好的镜位啊。如果我们再移过去旁边一点哦，就拍不到我的脸了。所以我们是拿着生命来拍的。如果我的这个帅哥不小心一滑，整个相机又飞下去了。那么我们今天拍下来差不多将近7:30，太阳也下山，下到7:78，整个环境从黄变到蓝去了，所以已经不适合再继续拍了。所以我们现在就打包回家，然后明天再早一点过来拍啊。其实我们第一天拍摄也是16号，然后16号刚好是首相宣布封城的第一个晚上，过后他宣布说18号封城。不过呢，我们有一点怕死，我们就买了一点点钢梁守着先，这样我们接下来14天就可以躲在家里面剪片，就会很安全。现在就大概给你们看我们买了多少东西，我们差不多会有7-8个人一起吃，所以我们会买多一点点。3个大男人。Camera。3个一起放起来。然后这个 SW 的广告我不想继续拍啊，应该是等到封国过后我们才会继续啊。那么我们封国后见，晚安哦。现在是17号的8点多晚上，然后我们呢就来到这个地方，就是平时我们拍小谈的地方，拍我们关于这个肺炎、关于这个封国的小谈。这个不是业配，这个不是业配。但是你去哪里买的这个？上网查查的。这个是米膏黄，它有准备一罐神药哦，就是这罐。然后我们全部都很乖，刚才进来的时候全部都有消毒那个手，然后全部有戴口罩，而且那个椅子摆放的其实不是很密，就是有一个距离。对，所以但是还是要喷一喷消毒的东西啦，够我们不要触碰到对方，不可以碰。这样子就好了，这样子。我们要空气圈。终于回到家休息啊，然后要放松一下的时候呢，我就会玩这款叫终极狼人杀的 APP， 这一个是我的 ID， 然后那些加我的网友呢，我全部都会接收，快快去下载，然后我们有一起上线的话可以一起玩。早安，哇，所以终于开锅了，算是可以正常继续拍摄，之前的画面呢都用不到，不过今天呢我们就先来这边操场的附近来这边买早餐吃前，我们吃好过后就可以开始拍了。看有什么好料？哇，不错哎，看起来好像很好吃哎。现在差不多要9:00，我们的女主角终于到了。这个其实是第二个女主角啊。嗨嗨，你好你好。嗨嗨嗨，她叫 So Beauty。嗨，大家好。对对对，他的时间比较好配合，本来之前有找另一个做女主角了，过后他突然间有网课，过后他时间很难调整、oh. 啊，我们一次拍要拍3天左右、oh. 啊，所以谢谢你的时间。 OK， 然后我们等玩一下过后就可以开始拍了。 OK， 我跟你讲，上镜头，因为我拍了这个影片我收掉，你就要跟邱文分手，要跟我在一起，你要对我负责的。不是为肥你就可以了吗？肥回去，很难哦，很难找到像我这样肥的人了，很难啊。所以我变装了，这个是小熊装。后面我帮他们给到人啊，大概帮拍得到啊。因为这个衣服其实啊 size 不对啊，现在最后才发现，到时候买过一件那个 collar 比较紧啊。OK， 所以变好装啊，其实啊后面是这样子的，它前面就这样子。怎么？你在做梦？你看不出咩？
我要跳湖自杀。今天这个太阳哦，你看它时不时亮一下，时不时暗一下，很难拍。过拍在这边的地方，然后在这边地方拍呢又很晒，所以呢，刚才我们就取一巧，我们就假假说，哎，不如我们过来这边拍，这边没有这样晒，幕后也不用这样辛苦，又会有一种不一样的梗。再看你们观众接不接受得到啊？为了省时间呢，我们同时间 set 三个 cam， 然后省我们拍摄的时长，过后再看你们看不看得出这家 cam 的那个画质的分别。因为这家 cam 一家 cam 差不多2000多3000块，这个 cam 加 lens 多千，这个加起来30多千。如果你们看不出，以后我就拿这个来拍就好。耶、今天我们的第一个道具青帽 as known as 绿帽，第二个道具竹蜻蜓，它只是给我们这样系在 plastic 或者系在玻璃了，所以我就随便拿来当道具吧。第三个道具比较用心制作的放大灯，但是它的钮有一点瑕疵啦，不过远远拍应该拍不清楚。这个放大灯呢就会配合我们的滤镜，他们在 set up 这 green screen 才会视觉上把我们的 so beauty 变小。我是 manual，就是我们最后一个最厉害的道具，谢谢我们的金主爸爸 SW， 这个就是我们几块钱的特效啊，然后我们的 So Beauty 就会坐上去，给我看看那个特效 cook 出来 OK 吗？哎 OK 哦，至少它没有比那个板更宽，所以所以坐下去的时候还可以 key 掉哈。最甜蜜的夫妻终于到了，是啊是啊。嗨 Yvonne， 嗨，我们在那边拍，谢谢 Yvonne 姐姐的时间，我很感动。你有给钱的吗？有有给。对啊，我看在钱方面肯定要来哦。谢谢你看在钱方面还来。Yvonne 这个是什么？业配？难道又是业配？我听讲你要拍照，因为我最近收到这个包包，我觉得它很美，我很想要推荐给大家这个这么美的。你直接业配在我影片里面，所以我就想拍一个美美的照片po上去，我美美的 feed。过后也是有收钱的。没有，我不喜欢收人家。不是。你讲清楚啊！哈哈哈！你讲清楚啊！是不是这次的演出费免费啊？不喜欢做那种帮我。是上镜的我们就收钱吧，看人收钱，对啦。所以现在3:30下午，我们的 Mac 午餐终于到了，所以我们就坐在这边吃一下，休息一下，可能我们4:00再继续拍。今天预计拍到7:00这样就可以结束了。Go Yvonne 呢，他们在那边拍着照片，所以我们顺便吃了，他们顺便拍我们自己的照片，没有浪费时间。你刚刚坐上，不然 key in 会很难。我会抱着你脚吗？我锁着你脚啊。你很轻吧 ，Yvonne？ 就是很轻，跌下来很痛耶。哎呀哎呀哎呀，他已经穿好了，来不及拍。拍他的 banana 内裤，可爱吗？哇哦！哇哦！可爱可爱的。我要买那个大象的，然后那个壁纸是在这样，那个有一个内裤啊，大象是在前面的。大象啊，它的壁纸哦是在那个内裤前面的、啊，看起来才可爱。对，那个很可爱。真的大象它不看，还要看假的大象。我不能哦，第一次给人家这样子晒我恩爱，几久没有给人家晒了。Yvonne 姐姐的部分现在完了，Yvonne 姐姐回车上休息，剩 key in 跟 so beauty 的戏份，然后我会假假让 so beauty 一直包 key in 的。没有，我一直 NG 一直看。对对对 ，Yvonne OK 吗 ？OK。哇，大方，大方，大方的老婆。哎，我而且我们穿情侣色，是。我知道这个你需要这个。这是什么？哒哒哒哒哒，放大灯。放大灯。哦，我帮你。哇，我够大的，不用。放大灯。哦，一万钱你都不够大，你看我的这样子啊，不够大，太粗了，这样，太粗了吧，来吧。所以现在差不多6:00了，我们拍我们最后一幕，我们同时也是一样啊，用三架机来拍，省一点时间，但是这架机的quality不是很好啊。
这架机要再买贵一点，我们就真的看不出那个分别啊。Kirin ready 啊 ？Ready。OK。开始之前我要抱一下 Kirin。哇！Take you on。OK OK。人家的结婚照是这样的，我不要，我咬你，我咬你，哦，我咬你，你这个阿姐，我咬你，不要走，算了，不要走，哦，不要走，算了啦，大佬，这样我不要走，我叫你不要走，啊，所以今天拍要来差不多6:30，比预期中早结束。然后幕后呢也已经把这些 camera 收拾好了。那么明天早上我们7:00会拍 show beauty 的部分，下午我们再去诊所拍。顺利的话，明天就拍完了。辛苦了，辛苦了。两天拍完，我们明天见，拜拜。早安，现在是7:55，早上。然后我们一样的，先过去公园拍先。不过今天有不一样的地方，就是今天下午毛毛雨，所以我就在担心说，等下那个卖早餐的小贩有没有开店。所以现在我们就过去看，那如果他没有开店，可能我们就要找别的地方吃了。哇，你看那个档口有开耶，所以果然机会是留给努力的人。等下就去 support 他。有没有？还是前面那一档？哦，还有一档啊！原来好多人在争取机会，原来有两个机会。我们昨天买的是前面那一档，不是刚才我讲的。所以我们现在要拍我们的第一幕啊，然后刚好看到有一些安迪在这边运动着，所以我就叫他直接站在这边跳了。这样子跳的话，看起来也蛮自然的。所以这边我们安排着我们的 show beauty 跟几位帅哥一起打篮球，这样就可以拍到他很像很努力在运动的样子。真的很努力哦，大家。其实今天呢没有我的戏份啊，所以你看我打扮比较来白一点，根本就整个像一个幕后这样子。因为镜头其实给他们两个抓也是可以的，然后我只是来帮忙导吧。所以今天呢我不需要打扮，我就穿到这样子也是没有问题啊。跟你睡，我的床不够大张。来来，上镜，你是哪里人？我是槟城人。不是我儿子。彪彪彪！妲己永远爱你哟、哦。这个摄影师拍到一半，有红蚂蚁跑进他的裤子里面。没有东西，没有东西。哇，因为这边太多红蚂蚁啊，过后刚才有一只不小心从它的裤底这样爬上去，你掐死它好吗？你用什么掐死它？啊，用手。哦、oh, ，OK。所以他们很开心的在拍手，因为我们终于拍完了。然后现在已经1:30了，我们在这个公园拍都差不多拍了6小时，就是拍这些跑步的动作吧。我们的 show beauty 刚才他拍到他脚脱皮了，流血了，给大家看一下，给他看，给大家看他多敬业。哇，你看拍到脱皮流血，太敬业了。所以现在我们就回家休息一下，冲洗一下，然后差不多3:00，让我们再过去诊所那边拍啊。所以终于到我们金主爸爸的店铺。哇，这两粒是哦，以为是那个、哦哦哦、原来是牛。对，我们这次的拍摄也拍到7七8八，拍完了。嗯，来，有什么感言分享两句？老板是一个好老板，上镜是个好老板，因为他怕我肚子饿。我的确是怕你肚子饿。还有个零食给我吃。对，因为我怕你不想演。好，所以谢谢你 ，So Beauty。OK。
哎，牛老板真的很牛逼。这一集的幕后就到这里了，团队也在收拾着，我们收拾完就应该是结束了。然后如果你们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，也是来按过去订阅我们。哎 ，So Beauty 有 YouTube channel 吗？对不对？也可以过去订阅这个 So Beauty， 也记得打开小铃铛、点赞、分享。我们下一集影片见，拜拜。